二十世纪末，在河南省鹤壁五岩山发现了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隐居过的山洞，这是我国最新发现的一处孙思邈的纪念地。于是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走进了这片峰峦叠翠的深山之中。那个炼丹炉在哪了？炼丹炉在这儿，这是孙思邈的那个炼丹炉，里边摸一下，里边都有一副药啊。啊，现在把手掏进去。摸一下，里面都有一副药啊。姓李的，姓孙的，好多。这几个都惯了。这个命开是谁讲的？这是明代的一个石碑，也是打的都是人的名字。估计可能也是当时捐钱这个邮票的那些人。相传这是一眼天然的泉水，当年孙思邈就是在这里用这个水来调制药。孙思邈呢，现在就是说，如果说中国2000年的医学史选3位医学家做代表的话，他应该是其中之一。最著名的那么就是东汉时期的张仲景的医圣啊。这个到唐代的时候，孙思邈医学方面各个人就把他确定为这个药王。到明代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时珍，孙思邈呢正好是在他两个中间，他承上启下，发挥一个很巨大的作用。他的著作《千金药方》《千金医方》，一直到现在，还一版一版一版印了几十次，还是不断的这个有人在需要来研究这样一个书籍。他的著作非常丰富，内容也非常丰富。这个孙思邈呢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学问家。他的思想这个归根结底是道家思想，对这个医道佛师他的学问都很精通。孙思邈京兆华园，也就是今天陕西耀县人，是隋唐时代著名的医生，享年141岁，是中国在医药实践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医学家。他医术高明，学识渊博，关怀百姓的病痛，深受百姓的爱戴，因此被后世盛誉为药王。
陕西耀县的五台山在晚清时也因此更名为耀王山。《旧唐书》中记载，孙思邈七岁就学，日诵千余言，说的是他虽体弱多病，家道贫寒，但读书却很刻苦用功。七岁开始上学，日诵千余言。他青年时就研究老子、庄子等百家学说，十八岁时立志学医，逐渐在医学上有了很高的造诣。在这座药王山上，孙思邈留下的遗迹多不胜数，当地的群众讲起孙思邈的故事如数家珍。大殿中的壁画上记载了许多孙思邈为百姓治病的故事。唐朝贞观年间，长孙皇后难产，众太医无计可施，孙思邈前去救治，令皇后平安地生下太子。唐太宗龙颜大悦，赐他入宫做官，被孙思邈婉拒。以后他多次被征召入宫做官，可他不羡慕荣华富贵，始终隐居学道，行医救人。这里是孙思邈的故宅，他熟读经史，博通医源，在医学上集众家之长，融儒释道医为一体，以百岁之身古稀之年，在这木桌前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。他写道，人命至贵，有贵千金，因此这两部医书书名为千金药方、千金异方。两部千金方各三十卷，总结了唐代以前众家医论、医方、针灸、食治、导引、按摩等内容，计232门，合方论5300首，千金异方189门，合2900首。千金药方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着极其突出的贡献。首先是孙思邈一改医书归类混乱的历史，医书以五脏六腑来分类，这一方法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。他开篇首列的《妇人方》三卷是我国第一部妇产科专业文献。另外在儿科、耳鼻喉专业、伤骨科专业、营养卫生学、美容术、老年病等方面有完整精辟的论述。特别在养生保健预防医学方面，孙思邈继承了《黄帝内经》治胃病的优良传统。花也不行，空中有果，那也是主要根据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论述加以自己的补充发挥来的。而且他前面有一段呢，整个的把《黄帝内经》的有关有关的论述都照抄无误放到前面，然后再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医书中如此系统完整实用的预防医学理论，在孙思邈之前没有出现过。千金药方中记载的一些常用药，时隔1300多年，今天的中医临床还在使用，如温脾汤、温胆汤、独活寄生汤、紫血丹等等。紫血丹是一种丹药，孙思邈是一个炼丹家，但他炼丹不是为了令自己长寿，而是为了给百姓治病。孙思邈炼制的丹药有很多，其中他用参剂来治疗疟疾，效果非常好，
后来这种方法经阿拉伯西传，在欧洲曾有较大影响。有学者讲到，两部千金方在中国世代相传，千余年来重刻近百次，自北宋以后多次传入日本、朝鲜等国，对亚洲医学影响极深。千金方九世纪已传至日本，公元982年，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中引用千金方481条，他说道，脱离了千金方就谈不到医心方。国际科学史学院会员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说，中国医传到日本，即形成了所谓汉方医学，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孙思邈的著作。孙思邈擅长针灸，他熟知药材药性，提倡综合治疗。他认为为病人治病，要是扎针而不用艾灸，或只用艾灸而不扎针，不是一个好医生。只用针灸不服草药，或只服草药不用针灸，也不是好医生。只用药只用针才是个好医生。以前医生针灸时用的艾药都是一样粗，孙思邈却认为这样不可取，他为艾灸定量，治疗时因病所需按大小分档用药。走进药王山，这么多生动的清代时刻，令人面对它时不禁浮想联翩。这里所记载的故事谁都讲不完整了，但是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，当年石匠们雕刻的是孙思邈为百姓治病的情形。孙思邈之所以深受后世百姓的敬爱及学术界的推崇，是因为他在1300多年前提出了大医精诚这么一句口号。精即医术精湛，诚即医德高尚。孙思邈是中国唐初的伟大的医学家，他的代表著作是千金药方和千金医方。千金药方同一篇文章对，同一卷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大医精诚，是讲作为一个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。这篇文章对于培养医生高尚的素质、医学的人格具有经典的意义。这篇文章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引起了日本的医学家的深刻的注意。日本有一位医学家叫做伊泽兰轩，他是一个具有广泛医学知识、著述等身，而且临床也比较好的医学家。他教导他的侄子儿子啊，那么在学习中医的时候，要必须得念大医精诚，而且让他的儿子把大医精诚这篇文章用墨笔抄成汉文，把大医精诚这四个字改成医范，医学的模范，每天早上朗读。他的儿子遵照他父亲的教导和指示，每天早晨恭恭敬敬的手捧着这个医范，也就是大医精诚，高声的朗读，塑造自己高尚的医学人格。千金药方里头一开始第一天就叫做大医精诚。这一天就提出了大医，什么叫大医？要想这个成为大医，注重医德呢，首先得有医术，他没有医术，就谈不到什么医德的。所以他在论述这个医什么技术的时候呢，他要求医生要懂得这个周易，懂得老子，懂得这个术，然后博览群书，然后博采众方。深入研究医术，
首先它有高超的医术，能够治疗疾病。它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讲的对待人的这个对待病人的态度。他对待病人呢，要求医生呢要这个胸怀博大，首先自己要精神要排除杂念，要这个入静，要这个诚心诚意的给病人治病，这是一个要求。另外一个要求呢，不分穷富，不分贵贱，啊，不分远近，都应该同等对待，同等对待他们。而且对待他们每个人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所以他的大医精神篇呢，对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论述，而且呢，他提出不能够重视钱财，不能够为了私利，而是为了这个解救广大民众的疾苦。他说道：“有危重病人来求救，医生不得问贵贱贫富，不得分年长年幼、相貌美丑。”不得论对自己是怨恨还是友善，不得分华人洋人、聪明还是愚钝，普天下的人都一样，如同自己的家人一样。救治时不得瞻前顾后，不能考虑对自己是不是有利，病人的病苦就如同是自己的一样，内心深深地感到悲痛。因此不能躲避山高水远，道路艰难，不分昼夜寒暑，不计饥渴疲劳，一心去救治病人，没有一点应付的心思，这样才能做天下苍生的大医。孙思邈对医德的论述绝不是只在书上说说而已，他自己就坚持身体力行。麻风病，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字就避之不及，但孙思邈曾和600名麻风患者同住深山，对每一个病人都给予了认真的治疗。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对麻风病人，他一一亲自抚养。这个记载令我们看到了他对病人的无限关爱和崇高的大医风范。孙思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山区，他行医100余年，跋山涉水，不分昼夜，哪里有病人他就身背药箱送医上门。民间流传着许多孙思邈治病的故事和传说。相传孙思邈不仅医道精深，而且为穷人看病从来不收费，碰到贫病交加的病人，孙思邈还要送一些小米给他们。百姓们为感谢他，就在他的屋后土岗上种上一棵杏树作为答谢，日久天长，屋后便杏树成林了。在中国各地药王庙中都有孙思邈的塑像，而且在塑像的旁边都会有龙和虎。孙思邈说，虽然说人比动物的命贵重，但是珍爱生命，人和动物应该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不但为人治病，动物有病他也一样去治疗。因此流传下来许多孙思邈给龙、蛇、老虎治病的故事。有一天孙思邈上山采药，遇到一只老虎趴在路上，张着嘴呻吟着，看着他不肯离去。孙思邈看见老虎是被一根兽骨卡住了喉咙，他伸手从老虎喉中取出了那块兽骨。老虎得救后对孙思邈感恩不尽，他整日趴在孙思邈家门口为他守门。老虎趴在门口，吓得百姓不敢前来就医，孙思邈就让老虎到山坡去看守杏林。那时孙思邈年事已高，
每逢孙思邈外出时，老虎就驮着他翻山越岭寻药采药，或者到百姓家送医治病。老百姓忘不了孙思邈的恩情，后人将孙思邈作为药王菩萨供奉，他的雕像旁一定会有一只老虎。那只救虎用的铁环也被人镶上铜铃，被称为虎撑子、串铃，成为流动行医者的响器。传说是否真实不可考，但在药王山上至今仍树立的医方碑，却真实的向我们叙述着孙思邈一心为救治穷苦百姓的感人故事。相传当年孙思邈每日出诊看病，但还是有一些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。他体察到百姓们求医十分困难，为让大家有小病能自己治，他把自己治病的药方请工匠刻在一个八角的柱形碑上。他把这块碑树立在五台山下西河边的大路旁，让每天南来北往的人传抄这些药方。大家用抄来的药方回去给家人治病，疗效非常好。天长日久，很多人的病都被这些药方治好了。当地群众对这块石碑十分爱护，视若珍宝，大家叫它石大医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从外地来了一个庸医，他听说路边有一座孙思邈刻立的药方碑，疗效神奇。他为了独占这些药方，就把药方全部抄下来了。到了深夜，他用凿子斧头把石大医上的药方全部凿掉了。从此这座石大医碑被毁坏，百姓再也看不到这些医方了。不过那个庸医凿掉药方后走了不到30里，就被雷电劈死了。这也应了老百姓的一句话，叫做恶有恶报吧。为纪念孙思邈，宋代郭思从千金方中精选出900多副重要药方和医论等，撰成《千金宝药》6卷。明代1572年，秦王朱守忠将《千金宝药》凿为4块大碑，竖于真人洞前，还将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中的枕上剂、养生灵及一些民间丹方验方凿刻海上方石碑之上。400多年来，百姓在这里祭拜药王，传抄药方。孙思邈离去1000余年，但他对百姓的关爱与这些药方一起长存于天地之间。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有感于此处，赋诗咏道：檐下宫墙下戏场，山南山北百子乡，千金方是万人活，箫鼓年年拜药王。